我们回去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的爱好就是要耍别人玩吗？你想分手就分手，想结婚就结婚，现在想不结就不结。你想玩刺激，玩什么都好，我都可以陪着你。可是你怎么可以拿别人的感情来这样玩弄呢？就因为我喜欢你，你就这么对我吗？ 我是的确喜欢你，才想跟你结婚。可是我刚刚突然意识到，我们两个并不合适。是因为你要跟合同联盟宣战是吗？和他们没有关系。你知道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，我的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人。 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家庭的温暖和幸福。我天生对婚姻有恐惧。我承认，我想跟你结婚是一时冲动。其实我对婚姻有着天生的恐惧。我害怕自己以后也会变得跟我爸爸一样。我的妈妈吃了一辈子苦。我不希望你会成为第二个他。 没关系的，瞿然。我可以让你融入到我的家庭中来，我可以让我的爸爸妈妈去关心你。以你爸爸那种彪悍的个性，恐怕我很难融入你的家庭。请你收回你刚才那句话。你明的是在嫌弃你自己，但你根本就是在嫌弃我跟我的家庭，对吗？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。 恭喜你啊！你怎么了？登记了吗？是不是他欺负你？我反悔了。为什么？不合适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拉他结婚了是你，反悔了也是你。你以为结婚是闹着玩的吗？我就是不想闹着玩，所以我才改变了主意。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家庭有很大的差距吗？ 我相信冯秀文也不会答应我娶一个卡车司机的女儿。你，我刚才说的不是真心话，你是在这儿跟我装是吗？你想多了。 张宁，我不喜欢别人对我指手画脚。我是成年人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，干什么呀你？你让开！他这么对你，我能不打他吗？ 何必呢？我是害怕唐琪琪有一天也会跟舒瑶一样，突然在我面前消失。你知不知道，合纵联盟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？你就不能好好分手吗？我想跟他好好分手，可是他不同意啊。你知道唐琪琪是一根筋，我不把事情做绝了，他是不会彻底死心的。他现在一定很难过。 我警告你啊，不管他有多难过，你都不能把真相告诉他，否则就是害了他。不够冰一摸就知道了，换。 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嘛？嗯？哎，我要你拿瓶可乐，你这样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啊？七七，早啊！哎，你们两个是怎样啊？一大早我跟你打招呼也不理，我要你拿一个可乐也这样，我得罪你们了吗？啊？是怎么回事？世界末日啊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 嘿，你这80后说话怎么会这样哎？我听不懂哎！我问你结婚没有？知谁面知谁心嘛？啊！哎，婀娜多姿的收视率大幅下跌呈直线状。你傻不傻？他现在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傻不傻呀？我问他结婚没有，你回答的是什么？我听不懂。 昨晚的收视率调查出来了，江东的电视剧倒数第一。你留作纪念。 还有什么事吗？ 你说什么？你好像给你们看我那么多次的剧，哦，看过这个电视剧，画面太难看了，而且有人有病。啊，谢谢。我昨天看完整番，大骂。你们了吗？为什么不删帖？删了为什么还这么多骂我们的文章？删不完是你家的事，你们管够好要不要？我不管，你们自己搞定。喂，我的剧要停播。 你们找电视台人没有？你不熟，你个笨蛋！